两个大男人为了我在这打成这样，我这辈子也值了。是他先动的手，他不遵守规则。哎，谁不遵守规则？是不是你偷袭我的？我就问你服不服？那你跟刘正说说，我为什么打你？是不是你先挑衅我的？我就问你服不服？服不服？你看这个人，他多不讲理啊！哎呀，都多大岁数了，还学会跟妈妈告状了？谁跟妈妈告状了？你跟妈妈告状？他说你是妈妈，我说错了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不服？啊，不服！来呀，来。薛丽，你电话。不接。刚你站起来，来，来呀，来，来。你老板。老板也不接。来呀，来，来。来呀。刘总，啊，我跟两个客户开会呢。哎呦，什么时候妈妈变客户了？啊，好，刘总，你有什么事您说。哎，别走啊，妈妈在这儿呢。接着告状。